关于鬼，我哋听咗好多年，讲咗好多年，但系同时我哋仍然对佢一无所知。趁鬼节嚟临，六大导演联手改编李碧华畅销小说《夜》系列，炮制最心寒嘅迷离夜、奇幻夜，或者我哋可以从中揾到答案。我哋香港从历史嚟咧，就系鬼片啦、功夫片啦、黑社会片啦，同埋警察片咧，都系我哋个香港四大电影嘅片种之一。咁我就发觉近来未有鬼片出啊，咁所以呢几年咧，咁突然间好想拍个鬼戏，拍翻啲好有香港特色嘅片，咁所以希望唤起大家我哋对香港人嘅关怀咁解。咁我所以戏入边咧，其实我哋都揾咗好多香港嘅道具嘅，譬如电车啊、电车轨啊、菠萝包啊。皮雞啊，燒鵝啊，咁通過一啲咁嘅生活嘅方式咧，帶出一個鬼氣嘅一種恐怖、不寒而栗嘅一種咁嘅氣場。迷離夜呢套電影入邊，咁佢係有一個打小人，咁打小人其實係一個獨有嘅文化嚟嘅，混合喺一個鬼片度，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充滿住一個好有呢個地道同埋香港嘅一種風味，亦都係啊。我感覺會更加突出咯。鬼氣就高喺呢度，係咩場面咧都可以製造驚呢個過程嘅。有上埋下嚟咧，其實無論邊度都好咧，個氣氛慢慢嚟到個人咧入咗個氣之後咧，代入咗個演員嗰個角色之後咧，其實就任何場面都可以製造驚嘅感覺。李碧華嘅鬼故裏面咧，其實都有唔同嘅深層意義咯。譬如好似我哋呢次我拍呢部迷離夜咧，我嗰個故仔咧，我覺得係除咗講鬼之外咧，係帶出一個好大嘅教育意義，而且佢呢啲靈異故事咧，亦都係好深入民心。碧華嘅作品咧好有特色嘅，那個主要嘅特色咧就係、其實人喺一個世界度，鬼喺一個世界度。其實佢哋兩個其實都係好相似嘅一種生活。我發覺拍靈異戲咧，其實有時咧真係有句説話講得好啱嘅，疑生生暗鬼。我一路拍嘅時候，嗰三十日即係入邊咧，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冇覺冇瞓，太過投入啊，令到自己喺個月入邊咧根本就一路都有少少精神嘅崩潰啊。很多人我哋好幽默，有時死咗我都唔知咩事。有一部分人係香港人個可悲，因為好多嘢個社會容納唔到佢，即係等於我話我住湯間房，我點都走唔到湯間房呢個道理。鬼有冇驚啊？我怕窮，人一窮，仲差人個見鬼啊！希望呢個戲咧，作為一個小小嘅控訴啦。希望香港政府咧多啲去照顧一啲貧窮嘅人，或者多啲照顧一啲中產嘅人，令到從而咧佢哋揾翻自己一個好嘅歸宿。我見到佢啊！鬼爺，點知有啲怨氣嘛？你黐咗佢啊？唔多唔少同佢啲掛鈎。講到一個不倫之戀啊！咁所以咧，就係、通過我哋嗰個故事咧，我自己都睇到咧，就係、其實咧，可能喺香港嘅社會裏面咧，都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形發生啊！咁對我自己嚟講，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好正面嘅意義喺度。迷離夜、奇幻夜，講嘅除咗係香港嘅鬼，仲反映出唔同面貌嘅港人港事。六大导演同金像影星一齐携手借鬼如港 ，Now 爆谷台，冤灵云集，猛鬼巨献。